欢迎大家来到微电影世界。现代人呢机不离手，见到街上面的猫仔呢他又影，天上面有彩虹啦又喜欢影，去到餐厅吃嘢，每一道菜送上来呢都喜欢影影影。这种指定动作呢已经成为了习惯，但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喜欢即刻上传上网和朋友分享。在这个自恋的年代，一直有很多争论，究竟互联网将人的距离拉近还是变得更加疏离呢？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样决定利用这些新媒体将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故事是典型的现代人写照，注入浪漫的元素，是一出讲述两位年轻人怎样透过新一代的流动科技在空气之中巧遇并且共度爱河的爱情微电影，并以开放式的结局由观众主编，邀请各位加入创意拍摄个人作品去决定片中的主角命运。如果你都想发挥一下你的想象空间的话，可以在 Facebook 寻找微电影世界。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明天再跟大家介绍更加多精彩的微电影。